女人眼看自己不是对手，赶紧从床上滚了下来，并且在滚下去的那一刻，将螺丝刀插在了床上，被扎个正着的男人瞬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。为了躲避女人的追杀，男人一瘸一拐地逃出了房间。可很快就再次被女人堵住了去路。看着眼前阴森且充满杀气的女人，男人下意识地就想掏枪，然而手却在腰间摸了个空。他这才发现枪居然忘在了外套口袋里。眼看女人也看了过去，男人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，却不料因此将床板卡在了墙壁里。 为了阻止女人前进的脚步，男人把水果刀踢了出去，惊慌的女人抓起外套格挡，竟然意外的将枪甩了出去。可男人的手早已被锁住，根本够不到桌上的手枪。你玩完了，该我了。那倒未必。下一秒，奇迹居然发生了。